具有听说提前透露梁静茹离婚的消息，开始被网友怒轰是大嘴巴。虽然最后梁静茹证实真的已经离婚，还在网上写下一直爱范范，却没能止住粉丝的怒气。之后还被眼尖的网友发现，她一度取消关注范范的账号。当然，友情是不是逐渐生变，大家也一直在揣测。时隔一个多月，范范受到的谩骂没有停止，而老公陈建州和好友小 S 都纷纷出面为她抱屈。4号凌晨，范玮琪终于打破沉默，晒出一张和梁静茹脸贴脸、互相拥抱的照片，还特地写下三个 forever， 似乎在向外界宣告彼此永远都是好姐妹。虽然还是有人留言质疑作秀，但也有很多粉丝暖心鼓励，高喊友谊万岁。经历过这场风波之后，看来范范在友情这条线上还是要好好拿捏啊。